굶주리게 한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더블킬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妈的，下路这个兵线又急了呀！这延续就在下路的，我操！哎呀，这下路你妈的，这下路不去就得死呀！真的，这下路你不去就得死呀！这兵线，哎呦，真的是痛苦。 哎，别呀、啊，等一下呀！妈的，还在走这么前，真的没脑子！哎，你这排到这种，你有啥办法呀？你妈又不等人，你妈下路就打不过，然后还不等人，不看信号的，那排到这种傻逼，真没办法呀，感觉。 真的，你排到这种傻逼一点办法都没得呀！妈信号给他点烂了，就是不等。98天才，你天你妈了个逼呀！你天才，那个懒子，他纯懒子啊，这跟屎一样。 啊！哇，这些人他是真不看小地图的呀！得，哎，又是下路差距了，又是下路差距，这没啥好玩的了呀。 屏蔽了，别给他搞心态，妈纯菜逼呀、啊！这人，妈老子信号点烂了，你等一下会死啊！这咋玩嘛？ 没办法呀！这 ADC 真不要脸呀，自己玩这么菜还点辅助呢，残疾人。 下路就是压力给你拉满啊，他根本不让你刷野的。这个偷
도저히 막을 수 없습니다. 알았죠. 소그. 我真想把这逼的炮车给他撑了，残疾人。 打先锋吧，中单回家。感觉韩服的菜逼也好多呀，为什么？感觉每个服务器他妈的这种大师宗师都好菜呀，说实话，真的不分服务器的，只要他妈的大师宗师，感觉都有点没脑子。 跟那把一模一样的，下路不去就一直死，去了也他们也不等你，不去就一直死，去了也抓不了。好，古巴经典啊，真的，对面这个打野运气真好，还有两把全是这种局面，该说不说，这人运气真的是好，这不职业选手的号都有这种感觉。 有点运气成分的号啊，感觉玩的太舒服了，有点菜的让人反胃啊，真的。 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有脑子的都忘记了，那你有脑子吗？ 这运气确实很差，这眼线不排了。
참아주겠습니다. 哇哦，不是，这哥们儿就来的这么慢啊，信号点烂了呀！啊，我这不信号点的这么烂啊，就不能来一下呀？ 还带中路吃线，为什么呀？哎呦，真的是，这场队友啊！阿古尼，당했습니다。 扎里早点来都把泰坦杀了，我还死不了的。嘿，洗白。哎呀，这游戏真的，我真的越来越讨厌这个游戏了，太吃运气了，感觉跟你实力完全不挂钩，真的。 你像这把上路平稳发育，中路被单吃，下路对位就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你说这种就啥，就玩的人一点心情都没的。第一把就是这样子，连着两把，你快去你妈的！我他妈踢过去，他儿过来一个E都杀了，他非要先吃线再过来。 哇，真的菜！